真的，打完扣，打完有的听了啊，夜魔。好嘞，那我就不参与了吧。这俩玩这么大，你们俩比吧。对啊，你不参与是他俩之争嘛？对，啊、那我就不参与了。行，别呀，你俩不是你不是也是陪玩吗？怎么赌不起啊？那我们一起啊，玩这么大，我黏着打，黏着打。不过你们两个能不能打过他呀？真的，聪明一点行不行？什么叫实力，哥们？什么叫实力？攻速得慢了，攻速得慢了。不是，哎，没事，他刚开始就掉上了是吧？哎，没带屏障，有带屏障。什么叫实力，哥们？看到没？没带屏障，随便让你捡个带屏障就掉上了是吧？那叫捡个头吗？那叫实力拿下。这个，没带屏障，这个局我带屏障好了，不用怕。带屏障打打团没事儿哟，就一个黑钻，跟你说，带着一个无名小卒就得上来，就想来跟我打，我操，痴人说梦，随便打吧，大壮无所谓，你随便打，真的。无名小卒，不是姐，你看一下，我也单杀了呀，我直接进野区两级，就直接把对面杀了。说好天使一下谁弱看不出来吗？这把我必须好好打这个夜魔，你指哪我打哪。不过这个美式感觉也不错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俩不是什么情况？要么你等他俩咬。好嘞，好嘞，我不参与他们两个。他俩打起来最好。哦，我对你不参与，不管他们，咱不管他们。还不管呢，一个头没有，不管不管的。姐，我先走哎，拜拜。拿下，看到没？什么叫怎么又让你装起来了？哎呦，什么叫实力？什么叫实力？叫继续叫，什么叫实力？啊几个头啊，哥们，你就真的、啊？我几个头啊？你几个？现在我几个？啊，哥们，这叫实力，哥们。啊，没办法。这不是都是夜魔？你就好好打你的，你的实力我知道的。咱俩都这么久了，行行行，怎么样，玛丽姐？我技术还是在线的吧？还得是我。哎呀，就是前期嘛，天使前期是这样的。哎，什么前期不前期的呀？我真的是，有后期嘛就前期前期。什么骡子都敢称叫马了？看好这一波，看看你这个跑，让你跑，哥们三，猥琐火焰二到一都数不了，哥们看到没？人又杀一个，看到没？就到底谁是骡子谁是马？一会儿你别叫，好难搞，前面队友还是强呀。哎呀，打野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我估计能反杀不能？啊，杀了！这个站上打野都不行，拿下！哦，没事。哎呦，姐，我这边也这个可惜了，哥们儿，我地道了。这可惜了，我地道，我地道。不是哥，哎，可惜了。我不上来你也杀不了对吧？那你吃我兵线，惩戒我炮车过分了。我本来上路就难打了。哎，不是大壮，不是这么，哎，大壮，没事，不是你们两个跟我好好打，别嘻嘻哈哈的，别给我就是说，他这个黑钻上来的土鳖给你们俩打赢了吧？看看，让他们看看实力，真的。想让淘汰？看看你现在都超多少人头了。好嘞，姐，好嘞，姐。没事，我等会给你们发红包，好吧？想让我淘汰？看牌好。落几个了？必须抢夜魔的人头，你放心姐，我必须抢夜魔的人头。好，抢我的头，我操了个！你放心，我这把惩戒必放他上路，惩他炮车。这么恶心吗？在哪里？你们俩不是说好在比谁是骡子吗？怎么现在两个人针对我一个人？啥情况？啊？对呀、啊。你们俩不是自己在比谁是骡子？但是我们，你们俩不是不是还叫吗？狗叫吗？反正你俩。你俩不知道撞没事，你俩真的就是说，咱俩你超多少个人头，超他多少个人头，我给你们几十个红包的奖励，好吧？拿下，没问题啊！真的，这局打来，我觉得是没有
没有啥意思，安排什么人啊？空气中的土味。好嘞姐，这不老板怎么说我怎么做。咋了，你鼻子长地下了、哎、闻到土味了。完了完了，又开始拿了个伤杀。这什么土鳖啊，在跟我打游戏。什么什么东西啊，你在说啊。我的道路其实真的。谁是土鳖呀、啊、哦那、啊、杀了谁呀、啊、没事他死了。哎算算算杀了杀了杀了。不是你俩咋回事，还让他拿头啊啊。拿头怎么了，拿头怎么了，里面那个鱼上来就送。什么什么我单杀就要送呢，挺有意思。打不过天使他就、就是。还有你说谁土鳖啊，我今天好像是跟他群组好吧。不是现在种地的都来跟我玩游戏了，我真是搞不懂了。哎呦我怎么就种地了、我今天好几个群你知道不，好几个群。哎呦别说了吧，你这群几个人啊啊，你说说看啊。肯定是一群满人了，所以拉二群三群啊。不是你知道买人是多少群吗，就开始瞎说什么一群买人二群三群的。哎呦叫回来的陪玩多了一个。关你啥事呀，那不然我怎么能来的呢、关你什么事呀。还是你觉得谁都可以去打这个晋级的呀。撑一下撑一下，我来了。对呀、啊、现在不就是阿猫阿狗都能拿打晋级的吗，你不就是吗、我能拿下。哎，加油！没事，他死了。不是你拿下什么呀，哥们？帅帅帅！可以杀到了。就这两人怎么杀有点快呀、啊？嗯，我能追。搞笑了！你看你说那话，我好像是啊，我进来我就能直接打呀？啊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我不是，哪里冒出来的黑钻、我能晋级吗？啊，我贡献没到，我能晋级吗？哎呦，你好想融入我们 VIC 的圈子哦！不是你这个，这也不是你的圈子吧？你现在就是个黑钻，还要融进来，笑死！别应急好吗？你不也是从黑钻上来的吗？啊，你说的你好像多牛逼一样啊！今天我进去了，那我也是 VIC 了呀？咋了？这不在跟你打吗？你进得了吗？就 VIC 的？我怎么进不了呀？你这种都能进，我也能进啊！哎呦看看几个头再说话吧。嗯不姐我这把又杀人了呀，这对面好像也就一般呀。一般老板一般货色呗，一般鳄鱼有点难了。 我们天使只是打后期一点。哎呀没有咋了，前期我们都完杀了。哎这我们都好像都杀完了呀。这才多久呀？哎呦，图姐，你别再说了，再说你就要急死了，哎、又咋了吗？你别叫冰冰了，你叫图图吧，真的，这个跟你搭机档次了，跟你打过的。那你叫啥呀？你叫洋妞吗？在外面肯定都跟你打过。装成什么样呀？毙了毙了，赶紧追点头吧，追点人头吧。我现在黑钻不代表我永远黑钻好吗？来这个老板好难狗叫呀，能懂不？讲道理 我才不帮他扛打。能打哎能打歇得到这不是。哎呀什么叫实力，我将为这世间带来正义，无论任何代价。不是我让这两个男陪打图姐的老熟人男陪。哎呦好像老熟人也不管用啊，老熟人不管用啊。图姐是不是不太行啊，你这老熟人啊，我这陪完300一单。你少来挑拨离间。没事，今天在，今天看我怎么打他。你说话真的太难听了吧？啊，
嘴胖臭的你，你吃了啥呀晚上？还什么巴黎？你巴黎上了？咋的？你夜总会呀？你在夜总会上班吗？巴黎？这么洋？我巴黎姐就那确实比你洋呀！哎，什么冰冰？别来了，我都说了叫土土。哎呀，这巴黎姐一直在叫呢，影响我操作了，真的。我巴黎姐是性情中人。就是你少说点话行不？哎呀，你这个潘森怎么还遭我兵线呢呀？你们俩，你跟杰斯不在比赛吗？啊、你先落后杰斯一个头，现在。哎，他跑来断线还。哦，搞半天你老板叫两个男陪玩搁这挤兑我呗？啊，那不是挤兑，那我老板喜欢说实话嘛。啥实话呀？啊？是吧？那你埋汰上我了？你看，我拿到、啊。看什么看呀？不是我俩说话有你份呀、啊？你埋汰上我了？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嘛呀？真的是这个土妞升不了级的，你这是打烂他的嘴。不用跟他吵，今晚就踩着这个巴黎，咱们晋级到 VIC 了。就靠你了。就踩着他进 VIC。嗯。我还拖了点。你们踩不了一点儿，拿什么踩？不是哥们，你这拿啥踩呀？你这。拿我的天使踩你。哎呀，烦死了！走开一点行不？这个盘子，你拿你大天灵盖踩吧，烦死！不是哥们几个头了呀？现在，你看看现在几个头了？几个头我咋了？游戏就打十二分钟了，几个头？那十五分钟差不多结束了。不是我的人头，哎，不敢来你这帮你。不是我的人头都已经跟时间走了。你人头跟时间走，你咋了？结束了？游戏没结束呀？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他又来 K 了。我来了。什么叫又来 K 了？好了。哎呦！对。很有闪现。你说这波要天使跟上，这波我必拿。两个人来找我。我感觉他们老是来你这。对呀、啊嗯，老是来你这混经验是干嘛呀？老来上路来蹭经验。那是我来帮你了。真烦人。有点恶心，讲道理。不是姐，我又双杀了，我操，这就是美式了。多杀点，你看打打他的脸，你看他这两个人啊，想拿了一个头，哎、跟什么似的。这俩人干嘛呢？不是姐，我这不是又杀了吗？今天真的，今天必须踩着他上。上啥呀？上黑钻呢？哎，在呢。冰冰，我必须拿人头。笑死！不是你俩现在拿几个了？说出来我听一听。现在游走不了。真的是。现在游走不了。没事，目前我领先。哥们，你的人头有我三分之一吗？啊，哥们。不是，先发育一下。还上。不要急，我们是后期的，这是后期的，不要跟他们比前期。我。前期落后。就最开始，你先不管。咱们得追追了，好像。你们。肯定得追追了，这可追不上。你们咱得追追，拿什么追啊？他们俩，哎呦，我先笑死。姐放心，肯定追的。派马加鞭追吗？啊，我也才杀了十七个哥们，你杀几个了呀？我瞅瞅啊，啊，这怎么才杀三个呀，哥们？不是行不行、啊？要不要我放水呀、啊？不需要呀，放什么水、啊？需要你放水吗？不是你跟他俩放什么水呀、啊？你搞没搞清谁是老板呀？啊？没事、啊，不是姐，你想我们放他二十分钟，估计他人头也超不上来呀、啊，姐。哦，厉害，这个哪个？哦，我闪。让他捡到一个。不是你给我这放水放上了啊！完了。哦，帅，我没跟上。哎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不是你俩干啥呢？你俩打不过一个。他有个没事。没夜魔，你就没事，还有机会。你实力我肯定知道的，知道吧，夜魔。你就稳一点啊！行，我相信你。OK。不是姐，你看我又杀了。你老找那帮水鱼打什么呀？哥们儿啊！不是我这不是来中。按道理，这怎么又杀了呀？按道理，你们两个应该内卷一下。你老板喊的你们两个。对呀，你们两个掐起来呀！对呀，你们两个才是竞争对手呀！你们俩都来抢我们干嘛呀？抢我的头没有用啊！抢我的头。杰斯，赶紧追一追！你再不追的话，
你到时候那个巴黎姐，到时候你们俩才应该抢，对呀、啊。抢到潘森了，你还抢我的，抢我兵线了，就是。哥们，你会有了。哎，就这样杀起来。拿下。这个手拿把掐的事儿吧。杀他。能杀能杀能杀。天使刚才哪一个？杀了杀了，帅帅帅的。没事，咱慢慢追嘛，追再追了就行，再追上来就行。还追呢，图姐，图姐，你就信他吧。哎呦，你就选他，等打完今天，你黑钻都保不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不是，你连那个头你都拿不下。哎呦，你就这还马呢、哦？我帅啊，杀了杀了杀了。哥们，你才杀几个？你才杀13个，我杀19个了，我都快20了，哥们。你抢了几个呀？你抢了几个，哥们？那你去抢啊！你怎么不抢？对吧？那哥们，我要是打潘森，那我都不用抢，我直接杀完。嗯，不是，你还拿上潘森了是吧？不是，杰斯，你给点力啊！你再不给力，你老板要把你换了。就是啊，还在跟还在想着抢我的兵线呢。你这个马跑的确实还不错啊。哎呀，这个马，我觉得对面啊，你俩可能这个鳄鱼就真的，哎呀。我三个让我杀两个，你看看，明白吗？我才是那批包嘛，就这批狗，哦，不对，哦，这是骡子是吧？这骡子跑得动吗？哎、我就说了，哎，我真服了，你飞个大过来干嘛呀？我不开大过来你也杀不了呀，杀不杀的我也不用你来呀。不是，你真当我以为我想来拿这个人头啊？我怎么看？你怂什么呀？接上！不是我这不是又杀了吗？我来了！不行了，这我得追一追了。小心！这我得追一追了。你是可追吧？哎呦，你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啊，你干不过新来的？啊，大壮，有能帮到这了？我知道，不是你给我打这么多局，哦、哎呀，开头不让我提线，哟、哦，这能开两个头呀？这个杰斯怎么开两个头呀？都远一点行不、啊？那怎么叫 K 啊？那我这叫凭实力拿。那我不在的话，他能拿吗？他不能吗？用你？我跟你说，一追呀，疯狂打钱。那差你几个呀？就差你三个，马上就上，马上就平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别搞错了啊！你们俩之间是只能留一个的，你在这针对我们夜魔是没用的，你针对我们家，你俩只能留一个。马上就平、啊，差两个、啊。哼，他们俩还内卷我了。哎呀，我寻思我冰冰姐肯定选我呀。你拿啥杀呀？你杀？我们肯定得杀。不是大壮。大壮，你这个局、哎，这种局你不随便打，你以后别找我了，真的。你看看，你看那个美式，我觉得其实他也不错。说实话，哎，哎，哎，要换人了，哎。我现在不是你看我这一波，有这冰冰姐不会最后不选我吧？你还不着急？你装备都压成什么样了？我得注意一下，我得注意一下，不能打。到时候真不选我的话，那你怎么？不是，我们都是500块钱跟他打。哎呀，跑什么？你让我，你看。我一下就 A 死，你跑什么呀？不是你 K 什么头啊你？杰斯二，那叫 K 吗？你都跑了，那头我不能拿。哼，你没实力拿，你就不要怪我拿头。不是，我回头就等一下技能 CD， 我就杀他了，好吧？死了。你漂亮，卖装备啊，卖装备，他是卖装备。姐还没正式比赛呢，好像不用卖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激动了。哎呀，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没玩过是吧？哎呦。就为了上个月这么激动 啊黑钻关你啥事、啊、随便说说而已啊，死三次啊，真的图姐，就你这个实力你真的要笑死我。哎，你刚刚说你哪个群来着，说出来我听听啊，哪个群的？关你什么事呀？啥哪个群？关你啥事呀？关你什么事呀？啊，表演赛都不知道，还在卖装备，卖装备。我老板不需要知道，我知道就行了，我需要老板知道干嘛呀？啊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就咋了嘛？夏虫不可语冰，你知道不？真笑死人了、嗯！
笑死你不最好吗？就让你给笑死。哎呦，一个表演赛让的卖装备这么紧张，我怕等会儿玩了你倾家荡产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毙了，哥们你怎么又啊？我怎么又拿两个头呀，哥们？我你们俩赶紧拿吧，杰斯，你现在还差四个头呢，还不赶紧呢？你老板要选他了，真的。实在不行我帮你拿一点呗。倾家荡产肯定是不会的，好吧？哎呀妈呀，杰斯你没了，你死了，哎。要么这样吧，杰斯，你喊我声大哥，哎，我给你放个大，还是个死装逼的，怕露馅是吧？怎么样？哼，喊我声大哥，我给你放个大，加油！别给他脸发，哎，帅，就装傻的，不是，这还给他人头了，你俩咋回事啊？啊？马上十六级了，姐，这两个人头跟他俩有什么关系？对，哎，你再刷点。哎，再刷点经验，十六级咱就站起来，让他叫，把他们嘴打得堵住。不是这个叫夜魔的，你舔个黑钻老板，你对我一个 VIC 说话这个逼样子，你知道惹我什么下场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啥下场呀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啥下场呀？我也想听听。不知道。我说，我劝你啊，好好说话。啊，好嘞，行。那你前提你对我老板好好说话。算了，我跟你们这种井底之蛙，我追这个，说话显得我格局低了。格局确实有点低了。你本来我这两个打你们两个真的轻轻松松，哎，好吧？没开到，没事，打你几啊？我操！潘森，你们两个也不行呀，坏了，杰斯，你要变成骡子了，你要学骡子叫了，啊，杰斯，坏了，杰斯。姐，你看我这波一个人杀完了，姐。哎，好烦！怎么还 K 头啊？坏了！他又飞过来了。我毙了。他这个，哎，这个潘森选的有点，哎。所以他这个潘森，哎呀，这属性怪。不是我。不是我，还属性怪上面了。哼，不是那个杰斯，好好的看看吧。马上要变骡子，学骡子叫了，还不拿点头？就我，哎，对，就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别没事了，还有机会呢，还有机会呢，输掉，有机会上吗？有机会哦，别没事了。哎，他这我的士气已经五个，哎，我拿头去了，一波就给你收回来，我拿头去了，就我家。我村头老太太玩的都比你好吧，你这杰斯，真的啊！你村头老太太打二十三个，你打二十五个，那你比村头老太太强不了多少。那我也比你强呀，对吧？我操！哎呦，这被他骗了！我操，伤害真高！哥，啊！我操！啊！我怎么又三杀了？他怎么被他这三个啊，哎？不知道呀，他这英雄怎么这么……他怎么？他伤害怎么这么高？伤害啊，可以可以。伤害，我跟你说。他前期个野区挖灵芝呢，半天不出来。不是，哥们，那我这三十一个头是捡的是吧？我挖出来的是吧？是抢的。我感觉你多看看我这把肯定拿第一啊，姐。挖半天灵芝，挖出来几个头，叫什么呀？拉不了了。啊，不是，那你咋挖不出来呢？就是。姐，刚才你说的那个红包雨。我要是第一了，是不是得给老弟下个红包雨啊？嗯，哎呦我操！哎呀，不是肯定的吗？这你放心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，亏完了啊？姐，你看我这三十二个了。没事，兄弟们，我们最后的话也没事的，冰冰姐绝对会选我的，没事的。那慌什么？不要慌。哎，对啊。这一把的表演赛，说白了就是对面这个潘森上老板。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更强的与我对抗，怎么拿不到呀？对，我们第一把表演赛不算人头的，我们不用着急，没事。哎，拿下！冰冰姐绝对会选我。你俩好哥们上了，竞争对手成好哥们了。对，看他们俩表演。哎呦，对，我们看他们俩表演。没事，我们这一把的话，机会还有时间，就当路人，杀的比他多，对吧？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的，哥们儿，我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是冰冰姐，我操，你十多个，换个那个其他老板坏了，你抢的十多个有啥用啊？没事没事，巴黎姐，哎，没事啊，师傅你还。
哦，夜魔，你还拆成神装？你看看我，你再打点钱神装。我说想跟百大装好像也不行呀。他们俩都是装备领先。就错几个，你怕什么呀？你属性怪，一会儿一波下来就没了。啊，我又一波下来就没了。他伤害有点高。好像说的有点多了吧？嗯，他伤害太高了，装备好呀。伤害有点高了。哎呦呦呦！潘森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他没了，我才能拿到输出了。他在我这输出。哎，可以。哦，杀脸。两个。哎呀，拿到两个。很棒，很棒。啊。哎呀。可以了。哎，但是。让他拿到两个。哦，这人头，这人头差的有点多。杰斯得追了，再不追没了。来，给你加口血。哎，好，没抢到，拿到了。嗯。很萨克了，哎呀，谢谢好哥们啊！坏了，不是这杰斯能不能给我夜魔放下压力呀、啊啊？你今天是不是手感不太好呀？姐，我今天手感非常好，我在保存体力，可以吧？行吧。姐，你相信我呀，我确实在保存体力。那我能，你要我帮你，你就说，你知道吧？今天这两个确实实力确实还行，今天这两个。哎呦，你要我帮你，你这是还行啊？也不看看抽他多少个头啊！这是还行啊？哥们到我一半了吗？巴黎姐，他连我一半都没到。你又叫上了？你才几个呀？啊！就这大，杀一个，杀两个，完了，杀三个。我操、哎！这也行啊，这也能抢头啊！又被他飞过来，差点五杀了。哎，这怎么叫上头呢，哥们？我差点五杀了，可惜了。我追点头了，追点头了。嗯，不是哥们，你这追也追不上了吧？追不上了。追呀、啊！我追不追？我追不追得上？我冰冰姐也会选我呀。那你们两个？对呀、啊，但是你俩只能留一个呀。你俩现在就得使劲啊。是呀、啊。哎呦，使什么劲啊、哎！你不是来送头了吗？有你送头啊，还担心什么？哎呦，杰斯赶紧追一下吧，杰斯！哎呀，哎呦，送啥头呀、啊？我今天是来找你晋级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个喷森技能，他这个秒的太快，不给你们了，伤害可以了呀！我抢人头了，对，咱也，我帅，我。哎呦，又被他 K 了。他 Q 一下伤害有点高。对，我感觉咱俩都玩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也知道我实力，咱俩默契个这样的。哎呦，没事玩的真就一般，他走位手法都不怎么样，他主要是这个英雄强势，他前期是在野区、一直不知道在挖灵芝也不知道在干啥，在逛街，那半天不出来，一出来就装备就起来了，拿了几个头就滚雪球了。不是，我挖上灵芝了。哎，哥们儿，怎么到你嘴里什么都是数据怪了呀？不是手法不行，就自己承认行不行呀？哼，不是图姐 ，VIC 的梦你就别当了。这两个实力确实可以啊。哎呦，别叫了，就叫图姐吧。你现在放弃，我放你一马，不然我欺负你个黑钻，我说出去太没面子了。不用，看到没？三杀，哦，四杀，五杀呢？不是你俩干啥了？你俩还活了？哦，这俩人来了。必不能让他拿五杀，放心。差一个五杀呀，让吧。不是兄弟，你我让不玩的那么好。哎，这个人，不是你怎么还差我这么多呀？不让我。不是你夹着说话，你不难说，能不能用实力说话呀？哥们，我夹着说话都比你说话好听。火焰进化了你。发育一下。哎，不是哥们，这人头差的真是真的有点多了吧？你要不要努力追追？嗯，哎呦不行，他前期在野区晃了半天，拿了太多经济了，这追哇穿能追能追能追，巫术和技、漂亮，我看看，梦也开大了，看不见了，我来了，我过来全杀了，哎呦就你过来全抢了。啊不是，哎你看，也又是我的，哎，记不记？全抢了。不是你这哥们，咱们能不能用用劲儿啊？自己凭实力去拿行不行？不是怎么就是抢的了？啊哥们，自己凭实力拿行不行？我打完了你过来收头，你显示出来手法了。
不是哥们，你老板马上就是我的了。这个潘森四十一个头啊，咱才25个呢。嗨，我跟你说，哥们儿，咱是看看手法、看实力的，不是看抢的人头的。不是哥们儿，那你怎么不抢呢？他飞不来，我才不去呢。咱们走。啊，这来来来。不是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，能不能用实力说话？能不能把人头给我抄了呀，哥们儿？哎呀，哎呀呀！哎呀，哎呀！他们不出来了。我以为他要出来呢，对。哎，咱现在才26个头，这盘森42个头，夸张吧？坏了坏了！我刷你了！啊，咱28个了，马上就追到杰斯，这杰斯也够疯子的呀！不会让他给追上了吧？啊，大壮，那必不可能！你看看人家美式多少个超两个了呀！那逼不可能不出来，对面两个都拿不去，我不出来。嗯，这大庄好像也不行呀，真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前期是在野区一直发育，那谁家打野区在野区一直待着呀？哎呦，可惜了。哎呦，就我还在野区发育上了是吧？嗯，可惜了。哎呦，这杰斯有点复活奖，这暴徒主帅呀，杰斯。今天有个复活奖。哎呦，可惜了。咱们28个跟他，哎呦，他又差一个，跟他差3个。冰冰姐不会选我吧？哎呀，还有个大。冰冰姐不会不选我吧？冰冰姐一定会选我，虽然说我拿第3名了，应该会选我，因为他跟我打过，知道我的实力。认不认我爸妈吗？一模。不用呀、啊，不用，不用。好好好，完了，有人他是杀两个，对吧？哎呦，这美式潘森，那美式、哎、你这种子选手确实实力可以啊。他可以啥呀，姐呀、啊？他连个走位他都没有，他就出来抢人头，他能干啥呀？不是我走位没有，我也拿了44个呀，哥们你拿几个呀？真的？你那纯抢的哥们儿。别到时候真不选我了，那坏了。在前面苦苦杀几个人，杀完之后都没血了，你一个大招。你表演赛没事的，表演赛不丢人。哥们，我都45个头了，你这才多少？32个是吧？哎呦，我没学过数学啊！你我30，你这差我几个呀？你差我几个呀？32个，我都是靠自己拿的，那跟你似的。你会保存体力？那30多个都是抢别人的，保存体力。只会用嘴巴说是吧？就不能拿出一点你的实力来是吧？嗯，伤害起来了。哦，帅，又双杀了，咱们30个头了。哎，就跟这个杰斯也就差两个呀。推塔了吧？差两个也是差呀，哦、差什么实力呀、啊？哎呦，带来当小丑的吗？真的是。操！哦。可惜。完了。哎，给我杀起来！能杀能杀！哎呀，哎又让他抢到了。哦，发现了，他们都抢人头，抢的特别厉害。哪抢呀？明明是你们俩才会抢，好吧？没大了，大没有。但是有一说一，这个潘森是真的很能抢，他直接一个大就飞过来，他经常这样开头。说实话，哎，不是，这都是实力，好吧？看到了吗，哥们？叫钱吗？哼，不出来了，我操了个 DJ 了，全用的眼睛不出来。不是，这批骡子就别叫了，行吧？我能不能把人头追一追啊？我要是有你这功夫，哦操，坏了，哦，差丢丢，小丑了，小丑了。哎呦，哥们，这怎么到最后还差我人？哎呦，哎呀，他这个嘴脸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啊！哎，姐，你咱们用同样的方式对他吧，这也体现咱们没有素质了。骂他吧，也体现咱们没素质了。哎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巴黎姐说话就是好听，说话就是实在。怎么了？哪里回哪里来的，回哪里去吧。就是回你那3人的小破群，自己跟自己小号聊天呢 啊！就在你那个小破群里面跟别人聊天，谁跟自己小号聊天呀、啊？啊，谁跟自己小号聊啊？有病吧！哎、我真群里人可多，几个群知道不？啊，几个群？哎呦，笑死个人！两个群。啊，一共两个群，一个亲朋好友一家亲，拿头吧，拿头。你就打群，你还叫什么呀？
不跟他有病吧？人头说话吧。啊，咱们现在在直播，有一层道德在绑那个在束缚。白大壮，你玩的啥呀？可以骂他，但是没必要，啊、兄弟们啊。可以骂他、啊，但是我要教给大家就是实力说话。我拿点头。对，咱用实力说话。没必要跟他打嘴炮，没。别管吧。哎呦，他还打我。哎呀，夜魔啊！哎，可惜了。你看，这个头的必须是我的。别慌。别拿头。等一下，打起来。哎，要不咱赌一赌看看，第一个头是谁的？你有病啊！他可不敢跟你赌、哦。哎，马上，把你姐我马上收到。哎呀，哎，我操，坏了！哦，流血没流死，可惜了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咱没拿到第一个。不过咱没事，咱也杀人了。咱也杀一个。他怎么还能拿上呢？哎，可以。我跟你说啊，夜魔，咱今天就好好打，咱今天你就卯足了劲儿打，咱把那个什么什么巴黎什么离的，咱按图里打。好嘞，先按图里打，给他打。咱给他推了泥巴堆里打。咱给他打。哎，你别忘了，咱现在打的是什么局啊？一个人头300点，你别忘了啊！那咋了？哎，不能买装备，姐，我差点忘了，没杀到人，不能买装备。哦，你咋了？我怕你到时候给不起，咋了？不是，我给不起，我玩不起他，我没有这个贡献值，我能上来吗？你说这是废话呢？哎，姐，他死了，为什么能买装备呀、啊？我没死啊。你这把玩的什么呀？奎因吗？奎因啊！啊，你玩的奎因啊？啊，我玩奎因啊！哦，干嘛就紧张上了？差点以为他是耗子。哎，我以为他是老鼠，看错了。啊，我也是。吓我了是吧？哎呀，他已经战术上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大壮，他非常的害怕。哦，他玩的老鼠。他现在没有逃，他肯定很害怕。哦，他玩的奎因是吧？嗯，他是一个奎因啊。哦，他二杠零了。没事，姐，我来了。知道什么叫领先吗？这叫领先。我给你扛。没事，姐，他必死。哦。哎，我失误了。哎，我失误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我本来想 W 闪，还是 W。哦，没事，没事。可惜了。哎呦！哎，死了！哎，死了呀！死了！卖装备呀！卖装备了！哎呦，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！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！别逼逼了啊！卖了！哎呀！哎，可惜了！我刚才想 W 反向闪现，反向 W 的。嗯。没事，没事。咱们现在就差一个门。差一个头，一个没事，哎、对，就差一个头，咱们再、哎、一个头300点呀，图姐，一个头就够了，一个头就奠定了你们是第二。哎，没事，他感觉你这、哎、马上差两个希望，哎，有希望。你往这边走，有点看不起我了。哎，舒服啦，不差了，不差了，姐、哎、姐。我也收了一个，我闭了、哎。我也收了一个。谁管你收？可以，我们也收一个，还是个头。买个装，超多一点啊，大壮，杀快一点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回去，让他们看不到我的车尾灯。咱们看，我死盯着啊，我看这人啥时候死。哎呀，他玩个这个男刀，他前期确实强势，他来回游走方便一些。没事，你到时候也游走啊，你怕啥呀？啊，游不动。行、啊，游不动，游不动。渴死的鱼，游不动。不是，你就拿出你的实力，哎哎、跟你说。看好了，哟哦哟，后面有人。
老鼠给了一个，不过有机会。说到哎，杀起来，杀起来，杀起来！再烧，马上！差一下，差个技能，差点！哎，哎呦，怎么又杀两个？他敢回头打我！哎，还现在差。我就今天本来想打个高端局的，真的没想到匹配一个图姐，真的是晦气。哎，你叫大壮，你就好好打，我跟你说，哎、你好好打，杀了杀了，你直接秒，好吧，随便秒人。OK， 回家回家。谁图姐？你这图姐，交给我。有病，不能逼。不是图姐，你就一辈子戴黑钻吧？会不会特别不甘心呀、啊？你起码今天是上不了这个 VAC 了。我话放在这儿啊，我你要是你能赢，我名字倒着写，我跟你说。啊，你要是能赢，我名字倒着写。那你倒着写不就像泥巴了吗？你像泥巴吗？哦，巴里里哦。哎，他来下 K 头了。今天必须给他打成泥巴了。我来下游走了，那怎么能叫 K 头呢？又给他打成泥巴了。知道不？打成泥巴了。你别来，来，你走夜猫，你走。哇塞！是两个，还行。现在，我现在回上路了啊。嗯，回吧，赶紧杀人去。嗯。哎，咱现在还领先呢。嗯。来来来，哎，遇到个打野，没必要。图姐，你今天能赢吗？哎呀，到时候别哭啊！我害怕呀，我怕他哭了。妈，急什么呀？我又收一个，闭了。差距越拉越大。哪里差距越来越大啊？我用上就是。哎呦，你别来下路行不？那不行，不是他去哪你管得着吗？那我去下路游走，那不碍事啊。那我去中路，那拜拜。那我去哪路哪路，这就是、哎、这叫什么？这叫实力。别烦呀，这小子！别慌，别慌。嗯。哎，大壮。大壮，哎，我在，哎，我在。你听这个图姐的声音，像不像五十岁啊？啊，这个声音听听，是不是很像我家保姆啊？还得有五十五岁，你有病吗？你我五十五岁，你耳朵有病啊？他得有五十五岁。哎，能杀一个了？没有机会了，这能让他杀到？跑了，跑了。哎呦，绝杀了，杀了，还行。嗯，帅帅帅。这是不是之前你家辞职的保姆呀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可能。啊啊！然后从家辞职，然后过来。你们只会你们不是你们？难道只会搞人身攻击吗？不能聊游戏上的呀。我们哪有人身聊游戏？你也聊不上呀！哎呦，真是。就差一个头，咱把这个头追上，咱把这个头追上，就差一个头了，没有危机感吗？对，就差一个头，咱把这个头给他追上。马上两个，哎，这人马上就两个了，一个不是一个了，这么能救？这头不是说拿就拿，追追追！哎呀，巴黎姐，好贱呀！他说话，为什么某些人只为什么某些人喜欢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呢？这就是所谓的素质吗？哎，不过我家保姆赚的还挺多的，可能比他都多，真的。哎呀，肯定是，肯定比他多。这个声音，嗯，哎呀，我这是那个冰冰姐，冰冰姐，那个给对面送点头，嗯，看不着人，对面人了。对，我也想，有病一样，这俩人。哎呀。巴黎姐啊，哎呦，你看把他杀了，我们现在超过他几个头呀？嘿，他可着急了，心里可急了，哎呦，不急，别急，现在几个嘛？三个，机会。哎呀，这有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哎呀，怎么追呀？嗯嗯，一个头上，好这么快吗？巴黎姐，
一个投300点呢。哎呀，现在多少点呀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慢慢说了图姐等会要哭的。哎呀，慢慢吹了，怎么还？我不能死，我死了要卖装备，算了。嗯，对，有点亏，死了的话，哎，四个人投，咱得得杀个人。行，对你闭吧，闭吧。出来再杀，出来再杀。12，杀交给我吧。得先闭一下了，不要给，不要不要被影响心态了。哎呀，五个。刚才杀人了吗？刚才，刚才杀了，应该杀了吧？怎么追呀？拿什么追呀？操，不好追呀、啊！妈的，坏了。这已经开始唉声叹气了，没听见图姐？哎呦！哎呀，叹气了，叹上气了。没有啊。哎呀。又一个，他跑好快啊！就这样杀，你知道吗？啊、给他都秒了。对呀、啊，追呀、啊！有点搞心态呀，一模。啊，我真的相信你，才选你的啊！我这边追一下，你努力，嗯，努力一下。来来来来，这个，快来！怎么追？哎，怎么追？怎么追？再收一个，怎么样，巴黎姐？这就是我的实力。哦，下一个了。看一看一眼，慢慢追，还早着呢。嗯。哦，是，哎，这就对了嘛。不是，对面夜魔怎么又杀人了？你也杀点啊，大壮。没事，好 OK， 交给我啊。你就看中了他，我就知道、哎、来了。不行，我不能那啥。哎哎，一下完了，被晕了。哎呀哎呀，没办法，还有闪。嗯，我闭了，我回来吧，我去送点。给你送吧，你送吧，你送吧，送一点吧。等下点了就没机会追了。等下点了到时候没机会追就不太好了。嘿嘿，哎，看看我一速没他快。